文书说的纣王，你自看着呢。前头来一辆独孤的车，独孤的车上坐着个妇女，这妇女穿的很普通，杜甫成型，挺大肚子。那女人十分痛苦，有时捂着肚子，面上的表情就知道很痛苦。纣王一皱眉，眼睛盯着，一直看着那样的。妲己看见了，陛下您对什么感兴趣？哎，你们三个听着，自从燕郊殷红离我而去，故虽然后宫粉黛成千，要有你们姐妹陪伴，但是无数没有后代，我盼着你们三人之一哪个人能给我生下一男半女，要生一个男孩子能继承成堂的江山是再好也没有了，不管你们谁生个男孩，我马上降旨立为储君，就是东宫殿下，我百年之后他就继承成堂的江山。可是你们谁也没生过呀，是刚才我看见这妇女怀揣六甲，身怀有孕，我很羡慕。你看人家小民生儿育女，一去天伦之乐多好，故此我才有这种想法。大王啊，这也是天意。该着不怀孕，她也不怀孕。说怀孕背不住，我们姐仨一起都怀孕了。那么谁知道怀孕是男是女？是啊，就这个谜解不开呀。你说就是男女之分，怎么就猜不透呢？大王，您猜不透，我可猜得透。我一看那肚子，我就知道他揣的是男是女。哦，女儿又这样想了，这就倒不信，不信啊，不信抓点孕妇来，开膛破肚。我说是男孩就是男孩，说女孩就是女孩，是吗？嘿，这倒不错呀。如果爱妃真能猜准，我必有重赏。多谢陛下。来人呐，快传陛下的招旨，在朝歌城选十名孕妇来。这要快生了孕妇啊，杜甫成型的那样，抓十个。一道旨一下去，那说十个，一百个都能抓来。挑了十个，你说这十个妇女倒霉吧，也不知道犯什么法了，哭喊没用，也伤在那一个带进内宫。纣王马上起驾回宫，这纣王就琢磨，是我这个太监，这玩够刺激，这好点啊。在后宫之中，他也没心吃饭了，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，拽出一名妇女，这妇女吓得抖音儿上汗流浃背。妲己看了看，把他扶正。陛下，您看见没？他怀揣的就是个男孩，现在已经七个月了，确切的说，七个月零三天。我真是男孩，错了，管坏。您看我的眼力如何？咱呀，把他开膛破肚，婴儿取出来，杀一刀。肚皮活开，那女的还活得了吗？掏出孩子一看，果是男孩，这不是说着玩呢？说一个对一个，再抓上一个孕妇，开膛破肚说女孩，一看女孩，两条命算交代。要纣王觉得这玩意刺激啊，这真新鲜嘞，还打了赌了，猜中了我赐你两桌御宴。我赐你玉佩多少双，赐你珍珠多少，胡喜妹也乐，王贵人也乐，天天的抓孕妇，那得死多少人。过了些日子，纣王又不高兴，觉得不刺激他，哎呀，没啥意思，这是多单调，枯燥。妲己真会出招，就说了，陛下，那你们再上午门去过过风溜达溜达，
好吧，到午门上往下看着，找倒霉的，没发现呢。街上走路的人，老少男女都有，他就发现是老年人，尤其是男子上了岁数了，驼背弓腰，驼背都弯着身子，有的还拄着拐杖，走路非常艰难，俩腿不往前后使劲，往两旁使劲，这人老先老在腿上，一点不假。舞台上你看也是，上了年纪的人了，是不是急腰的，总是这么说话，要么走到往两旁咔咔咔就走。赵王就瞅着就纳闷，再看那些年轻人走路，直着腰板啪啪啪啪，他就问答你，没事儿。我就纳闷，是上年纪的人跟年轻人他就不一样啊。想朕也从年轻时过吧，那是我脱梁换柱，力有千斤。老了，现在我也老了，有些事情力不从心呐、心里是那么想的，结果无能为力。人为什么老呢？这究竟这老人和年轻人有什么差别？为什么老年人走路那么走，年轻的人走路这么走？什么原因？陛下想知道吗？他自然想知道。哎，这没有什么奥妙，这人全靠着精髓。天有三宝，日月星；地有三宝，水火风；人有三宝，精气神。精气神头一个字是精，人得有精髓呀，靠着精髓体力才旺盛，精髓不足体力自然衰退呀。年老的人跟年轻人的差别就在于此。你看那年老人走路可以说那么费劲呢，腿上的精髓不足了，供给不上了，年轻人则不然，所以有差别。还有精髓怎么没有啊？陛下想看吗？想看抓点老头，抓点年轻的，把那腿给扎折，您看那精髓一样不一样？妙哉妙哉！哎，这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这还真不错。又想个缺德的头，来来，去抓老头。这老头惹谁了？抓了100多个老头，还抓那年轻的。身体越壮的越抓，也抓100多个，像捐动物一样捐到宫里的空房子里头，叫军队看守着。赵王又高兴了，这位神采奕奕，坐在御花园，这就是够用的。我把长兵的老头来，那老头吓得体如筛糠啊！饶命饶命啊！哎呀，陛下呀，我都80了。一辈子奉公守法，从来没犯过错。大王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哭哭啼啼，这是何苦的？扒光衣服，也不扒光，用大钉钉到木板上，钉到轮子上，钉到手上，钉到腿上，然后用利斧把腿给卸下，把骨头袜子给敲开，敲开之后看看里头的精髓。精髓都是黄瓤瓤、青须须，这种东西，那咱们说有什么啃这啃那个，里头也有髓呀、拿到御案上，叫纣王看。妲己还充任解说员，看见没？年老的精髓呈黄色，那是黄色不？是法王，不行啊！再看年轻的，整个年轻的呗。没卸下，骨头敲开，再看那精髓，白色的，青白色，颜色都不同。你再看那嫩和老的情况，这发黄的发老，这青色的多嫩。你看见没？这就是不同。果然不同。另外，我建议陛下，您把这年轻人的精髓都喝了吧。营养啊，大补啊！您不说你力不从心了吗？您喝了这个，您将来就见好转，是吗？
好无毒，要滋补啊，太滋补身体了。建议您天天喝，好吗？压力可以记住，这王天天喝着精髓，后来也不爱喝了，喝完直往外吐，觉得也没意思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为所欲为，随心所欲，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你说这无道的昏君保着做什么？老百姓得遭多大的难？正在他为所欲为的时候，800里紧急车报报到朝歌，赵王拿过来一看，精灵一看纣王变态了，陛下什么事儿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还了得？妲己拿过一看，哦，原来金台败帅，大周发兵70万攻打彭滚，事在紧急。边关折报差个三根鸡毛，上面说的清清楚楚，如果王府速派援兵，潼关西围势不可挡。纣王气得暴跳如雷啊，激发呀激发呀，以臣弑君，以小犯上，这还了得了？你们看这怎么办？陛下休要担惊，这算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，没什么了不得。咱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您赶紧派他们去打他一阵不就得了吗？哎，事到如今只好如此。潼关一失，完了，完了！明中一国朕要圣殿，几个月不圣殿？要说那龙川落的都是灰，那过分。有人收拾卫生，但是尽管如此，大殿上冷冷清清。纣王金钟而坐，文武排列两旁，他往左右一看，能打的不多了，原来熟悉面孔的人都不复存在了。以太师文仲、雅相比干、首相商容、上大夫杨任、梅伯等等全都不在了，就连自个心爱的宠臣费仲、尤浑也早都不在了。纣王就不爱圣殿。各位卿家，这里有一份战报，众卿过目。大伙儿全看，没看那会儿都挺精神，等看完之后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，全完了这劲儿，没词儿了。众卿有何良策否？有何良策可以退兵？众卿领导说话呀！识君怒，报君恩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因何不发一语乎？啊！问了半天，有人出班跪了：“陛下万岁万万岁！臣保举一人。”这一看，建议大夫叫赵登。赵爱卿有话讲来。陛下，臣举荐一人呐，此人十分了得，如果他领兵带队，战无不胜，可破激发。你保举什么人？我保举三山关的总兵官叫孔宣，还保举一员副元帅叫洪锦，让他们两路合兵攻打江沙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是啊，洪宣乃盖世豪杰呀，朕已命他镇守三山关，急速调回朝中，朕要亲自接见。另外再传旨，让洪锦也前来见朕。简短结束。数日之后，大将孔宣、副将孔锦奉旨入朝。纣王一反常态，亲自在酒间殿接待，而且赐御酒，把帽插红花，狮子披红，这举动也不小。
赵王并不傻呀，让人给自己玩命，不得把脸子给贴出金吗？又夸官三日，赵王亲自受旗受印，让孔宣挂上黄金印。赵王拉着他的手，爱卿啊，这把一切付诸于你，现在商纣的江山社稷全在你肩上，爱卿千万要不辜负使命才是。孔宣哭了，跪倒在金阶之下，陛下放心，臣甘老徒弟万死不辞，竭尽全力可破周兵。哎，这就好，回京啊，你做副手要协助孔将军，你们俩一个大将军一个二将军，率大兵20万兵发潼关。谢恩谢恩。也折腾了不少日子，二将受命，热血沸腾。这叫什么呢？有向东的，有向火的。你看武王好，我看周王好。周王再不好，对我好，对我好，我就给他卖命。这是观点和立场的问题。两人受命之后，点大兵20万，浩浩荡荡兵发潼关。潼关的主将叫李沛，一听说援兵来了，乐的好像没发了疯，接出10里之遥啊，见了两位将军，赶紧跪倒：“二位将军，你们真是及时雨呀，快请进关去。”兵合一处，大兵超过25万。但是孔宣心里也有数，这是一场决战，如果潼关丢了，整个完完那五官颇有其名啊，吃惊就到朝歌。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商纣的江山就难了。应当不服使命，拼死一战。孔瑾也安定这个心。头一天他们到了休息，第二天在关上视察，两位大将军全身的戎装，李沛陪着往关外观瞧，一眼望不到边，红旗招展，跟着了大火相似，都是大周的旗号。孔宣有点吃惊啊，哎呀，我这25万人马，他70万，从数目上讲压着我一头，占着绝对的优势，有点担心。回去之后到率厅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孔瑾乐了：“大将军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颠簸不破的真理。虽然这大兵70万，我看都是乌合之众。”怕什么？将在谋，不在你；兵在精，不在多。末将不才，愿讨一支利剑，明日出战会江上。将军，传旨任你呢，希望你首开奇门，给天子排忧解难呐。将军千万留神，明白。第二天，红锦率领10000精兵开潼关城门，到关前去讨敌骂阵。那么姜子牙的大兵驻扎在这，受主在潼关，连日来讨敌骂阵，往潼关城楼上一看，高挂免战牌，不战，来了不战，来了不战，也有点发急呀。忽然听军事禀报，免战牌摘了，这还不说，有一员大将主动讨敌骂阵，姜子牙高兴，两全队，武王也高兴了，相助，我也跟着去看看，当然更好了。披兵三万到关前列队，旗帆招展啊。姜子牙往对面一看，好嘛，一匹白龙马跟欢龙相似。往马鞍桥上观瞧，一员大将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一看这小伙子长得也漂亮，面
岁不超过25岁，英华满面，傲骨英风，怎见得这人就不错呀？狮子盔，张口冲天，朱雀海，虎体则言，素罗袍，藏龙戏水，八宝带，富贵长眠，胸前挂护心宝镜，肋下悬玉霸龙泉，眉间剑密泼孔雀眼，犀牛弓半边月弯，胯下马走海登山，掌中枪是神鬼踏剑，人赛猛虎是马赛欢龙，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。那些神仙说的都不假，你别看金开败帅什么靖武关打赵哥没那么简单，纣王也得垂死挣扎，截教那帮人也不能善罢甘休，这从文就是血海呀，一场恶战就在眼前。二将军洪锦暴打前敌，这洪锦呢，别看是保纣王的小伙，长得真漂亮，跟天神下界相似，姜子牙在后头看着，子牙暗挑大指，罢了罢了，哎呀，纣王手下还真有大将啊，这个叫洪锦的十分了得，就动了爱将之脾，连武王也这么想的，下次此将真英雄也。子牙点点头，能不能把他收降？要是能把他收降了，必定是奇迹。